来，我们亮一下，按一下，亮一下。我明明简谱都是以手调唱法为诶 ，D 的话就是 D， 对 ，E 的话就是 E，D 是 Re，D 是 E， 你的收都是八、D 或者四，对，该讲四，就可以过去。你的训练如果是像 C， 对，所以美国人的七音不唱 C 孔不会有所谓的误会。对，滴滴滴，你们的圆滑。